告白是谁先提出来的？待会儿答案不一样，答案都要写我才对。哎，你们知道错最多的要什么吗？知道这件事吗？就我们两个。那就是哪里的其中一个呢？开始。谁要上台主持呢？要不然呢？这个只有你有办法。要，OK。来，请问。第一次牵手是在什么时候？第一次牵手是在什么时候？或是谁记得住啊？19年谁记得住啊？我跟你讲，看一下节目的时候，你这节题目我改个蒙塞了。我有录音起来。不用听了，好远的。哎，好远的感觉。我记得。你不能故意转那个角度。你记得？5、4、3，牵手，第一次牵手。请作答。当过兵哦。